少主回族，到七贤学院担任三年导师。里面形势错综复杂，可不比其他五院简单呢。没想到又回到原地当起了导师。倘若慕云真的是个奇才，那想让他死的人不只是我们。如此训练有素的杀手会是谁呢？他身上没有一丝生机了，死不死全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我慕云，神当杀神，我当杀佛。